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沈阳的中间，我和六年前的同桌重逢了。刘向晨，晚上和三年同床的哥们分享了这件事，没想到途中朋友竟然把他拉了进来。不是你刚才咋不加上微信呢？那群里突然就没话，多尴尬呀！你俩咋有微信呀？当时还是他加的我呢，打听的你的消息。不是兄弟，谁知道你后来还总换号？这个号你加我之后，他都已经走了。那当时说啥了？找你啊？一时半会儿跟你也说不清楚，真的吧？咱俩明天晚上约个地儿吧。第二天，早早就到了。不进来啊？谁的哪家店？麻辣烫，抬头，麻辣烫。哦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好了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没想到开门的时候，我不知风闯入你的笑颜。我还有事儿，开走啊，麻了。刘向晨，昨天在村里说话，你为啥不加我微信？就是这样，我加上了苏西的微信，也说了第一句话。风吹起你。